诸位同学，请看第七段啊，业心不乱里面第二小段啊，四持文殊念佛法门，可以横超三界，待业往生，身心不移，一心细念，句句分明，念念相续，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更无二念，即以一念而出众念，犹未大理，故曰四持。这是大师为我们说明念佛了有事有理啊，事上持名念佛跟理上的持名念佛啊不同在什么地方虽然理持跟四持有差别，但是效果啊没有两样。都能够达到一心不乱啊，完全在个人的用功啊。那么由此可知，理持四持我们用不着去计较啊，最重要的老实念。四中有理，理中有四啊，理四圆融的这个道理要懂，不要分别啊，分别不知不觉呢里面就生障碍啊，纵然能念到一心能往生净土，也障碍品位啊，这肯定的。我们先讲四持，闻说念佛法门，真听到了啊，这个是最平常我们听说的。念佛法门呢，可以横超三界。横超在前面跟诸位说了，不是竖超啊，竖超难啊。就在人道里面，就移民到极乐世界了。到极乐世界还是人道，凡圣同居土最方便了，待业往生。底下这两句最重要了，身心不移，一心细念，这个罗什大师的一本是一心不乱的，玄奘大师的弥陀经的一本是一心细念啊，玄奘大师是知意的，罗什大师是意义的，一心细念容易，我们做得到，一心不乱很难啊，不容易做到啊，
但是罗什大师犯的没错啊，为什么呢？念到功夫成就了，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一定是佛光先照你，佛光照你的时候加持你，念佛的功夫就升级了啊，就升了一倍了。我们功夫实在讲还没有到成片，接近成片了，这一句话诸位要记住啊，接近成片啊，这个时候你的因缘成熟了，佛光一加持呢，就把你功夫真的成片了，提升到成片了。如果你功夫成片呢，那提升的时候就是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的人提升就是离心不乱。临命中佛来接引的时候，你的功这个功夫一定提升的，那这个是佛力加持啊。可见的，如果我们不是一心心念，你就难了。为什么呢？你心里面的杂念太多，妄想太多，牵挂太多，这个这一生念佛功夫想得力相当不容易啊。所以由此可知，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夫最重要的啊，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嘴边上的口头禅，那个话很重要。放下身心世界，一心正念，这句话重要啊。你看身心世界要是放不下啊，还有稍稍牵挂，你的正念就提不上来啊，这一心息念呢你就做不到啊。你没有一心吗？你里头夹杂妄想吗？能不能成就，关键就在此地啊。你为什么放不下呢？你对净宗法门认识不够清楚，所以你的信心不深啊，你的愿不切，深信切愿呢，没有一样放不下了啊。印光大师教人，他自己就是这个做法啊。我去参拜他的官房，苏州楞严山寺，明学法师陪我去的。我第一次到这个楞严山去访问的，官房进去是个小佛堂，小佛堂当中挂了一个死字。祖师常常跟我们讲啊，念佛人一定啊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常常想着我就要死了，
这个时候看你，你还放得下放不下呢？放不下也得要放下，为什么呢？没有一样带得走啊。可是确确实实有不少人死了还是放不下，这就没有办法了啊！祖师这副药没效啊，治不了现在人的病啊！啊，死也不肯放下，这就没法子了。啊，所以功夫要在平时练呢。每一天用功，用什么功啊？放下而已啊！放下是真功夫啊！啊，我常常跟同学们在一起勉励的，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心底真正是纯净纯善，没有一丝毫的染着牵挂。一心心念就现前了，哎，你就做到了。句句分明，念念相续，深信不疑是不怀疑，一心心念一心，没有二心，一心不夹杂了，夹杂着妄念呢，那就不是一心了。句句分明，念念相续啊，是不间断的。你看这三个条件具足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觉明妙行菩萨说的啊，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净念，这个净里面就不能夹杂，夹杂就不净了，怀疑也不净了。啊，净念里头肯定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净念呢？净念就是一心心念呐。相续，相续就是念念相续，不间断呐。觉明妙行菩萨讲的九个字跟大势至菩萨讲的完全相同啊。再看下面，行住坐卧唯此一念啊，所以二六十钟啊，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你走着也好，站着也好，住是站着，坐着也好，躺下来也好，你心里头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这阿弥陀佛之外呀，绝对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就是以一念
断除一切妄念，这叫功夫成片啊。有许多同学问我，什么是功夫成片？这就是功夫成片。一天到晚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念头啊，就是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杂念这一句佛号功夫得力全都把它压下去了，没有断的啊。所以叫待业往生啊，你的烦恼习气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并没有断，只是你念佛功夫得力啊，你通通把它扶住了。所以这个断叫扶断，不是灭断。又为大理，这个经中甚深之理你不明了啊，所以这叫四智啊。经中的理是什么呢？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是理呀！啊，这个理当然这几句话，常听啊，听得很熟啊，甚至自己也会说啊。啊，实际上这两句话里面的含义并不很清楚，这属于四智。那么再看下面一段呢，讲理持啊，理持。欧耶大师在要解原文里这样说啊，我念一遍：理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啊，这个信阿弥陀佛呢，跟四持是一样的。都是闻说念佛法门，但是这里有道理了啊！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啊，是我自己根性里面本来具有的，是我心造啊。这个是我心具，就是唯心所现，是我心造啊，就是唯识所变啊。西方极乐世界不例外啊，还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理呀。借以自心所具所造之宏明，为细心之境，令不沾妄也。啊，欧耶大师原文里面讲呢，这叫理持。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把大师这个意思深入浅熟啊，大家就更好懂了。闻说念佛法门，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身心不移。这个道理就是在相应的。与什么相应呢？心作心事，心现识变，与这个相应呐、啊。
啊，这理上讲呢，自心弥陀，唯心净土。你看看多么亲切，离开心性心造啊，这个心造就是为识所现啊，为识所变，没有一法可得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例外啊，华藏世界也不例外啊，乃至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刹土，啊，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哪一法离开心性呢？啊，哪一法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哪一法不是自心本具、自心所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对这个道理呀、啊，深信不疑啊。那么我们这个念与理相应啊，与心性相应，一心持念，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六根不会呀，再被外面境界所迷。这叫都摄六根呐、啊，眼缘见色，不会被色所迷。啊，像什么呢？像一面镜子一样，心像一面镜子，外面境界现前。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镜子决定不会有丝毫染污，用心如镜的，完全是智慧呀！啊，没有情识，情就染污了，就着相了。啊，佛法里面常讲啊。不着相啊，啊，镜子照东西不着相啊，啊，不是说，啊，这个境界离开了啊，这个镜子里头没有了，不是的，正在照的时候就不着啊，与这个境界相来去没有关系，它总是不着啊，我们的真心。六根根性就跟镜子一样，从来不着。什么东西着呢？妄心着了，真心从来不着啊。所以佛看到看你的真心啊，哎，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就是佛啊，你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话讲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你的真佛外头套了个假佛，
这个东西麻烦了。啊，套了一个假象，这个假象是假象是情实，情实虚妄的，啊，情实是决定没有的，真性是真的，啊，这个真妄怎么说法呢？真的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这是真的。情实啊，它有生灭啊，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生灭从哪里来的呢？生灭从不生灭里头变现出来的，迷了不生灭了，就变成生灭啊。真心本性呢，不生不灭。妄心，妄心就是缘虑心，这个心有生命啊，所以叫妄，它不是真的啊。啊，那这是什么心呢？我们现在讲的念头啊，你的念头有生灭，前念灭，后念就生了。前念跟后念肯定不一样啊，它可以相似，但是绝对不会完全相同啊。所以变的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是相似啊，境界里头不可能有相同的。境界是妄心所变的啊，唯识所变的啊。妄心刹那生灭，所以它变出来的境界也是刹那生灭。妄心念念呢不相同，所变现出来的境界当然也是念念不一样。啊，那许多人知道冬天下雪，雪化的接近，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人发现两个接近是相同的，没有。啊，江本胜博士这个观察水的接近看了八九年，也没有看到两个接近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呢？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因此所变的相啊，幻象啊，啊，妙有啊，也不一样啊。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常嘛，世间无常，这个世间名词里的包括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啊，一切世间法无常的。出世间法也是无常的，它世间呢，无论是世间出世间呢，它都是世间的，世间总是无常的啊。为什么呢？色变的。什么时候转识成智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看到真常。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境界八地以上啊。我们明了了，八地菩萨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八地刚刚转，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了。那才叫宇宙的起源呢、他能看到起源呢、或者我们叫佛法里面叫缘起、法界的缘起。现在一般世间人讲宇宙的起源，八地菩萨见到了，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如来国地这五个位置，菩萨那加上这个国地的时候是五十二个位置，五十二个位置最高的这五个位置，才看到事实真相。你们想想，那是什么样的功夫？都是讲定功啊！菩萨的阶级是怎么分的？禅定功夫浅深分的。到最高，这个定是究竟圆满的，真相大白。七地以下了，都没有见到真相啊！但是能够懂得佛陀的教诲，能解佛的意思，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这是从理上建立的信心啊。念即而空啊，能所双忘啊。他念不念呢？念。念即而空，这个时候就是后面所讲的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心佛一体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心佛一体，如果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能念之心，所念之佛，还是对待的，还是相对的。我心能念，弥陀是我所念的。这个里头有能念，有所念的。能所没有了啊，这个功夫深呐。能念之心，所念之佛呢，是一不是二。这七如境界了。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问念不念呢？念。念就是无念，无念就是念。事实上你看到他念，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普通念佛人没两样。
实际上呢，跟普通人念佛完全不一样。普通人念佛着相，他念佛什么执着都没有了，能所皆忘了。啊，他的心跟佛的智合成一体，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能念之心。啊，能念之身呢？跟法界、虚空界、一切大刹土众生合而为一了。这是理念啊。又大理故啊，是曰理持。理持功夫的力，比四持要快啊，因为他明理。而且功夫呢，容易得力。他了解宇宙人生真相，所以他心里头什么牵挂都没有。理不能不透彻，不能不悟啊。悟如甚深之理啊，就是佛与化身菩萨所证得的境界，诸法实相啊。你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需要断了，自然没有了。那为什么呢？你知道那些通通是虚妄啊，虚妄你还会有牵挂吗？你还会有分别有执着吗？你云了凡先生反复一个 啊，他知道什么啊？只是知道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一生都算定了，是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他放下了。争名争利的念头啊，没有了。啊，知道什么呢？一生命运注定的，你要争，争不到；你要想不受，也不行。啊，照孔先生批的八字过日子，啊，他能够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上三天三夜不起个念头，什么原因？啊，他知道他的命运，所以妄念没有了。
这里功夫高了，知道宇宙人生真相啊！啊，那跟袁了凡是完全不同啊！啊，袁了凡不是不想打妄想，因为打妄想没有用啊，所以就不打妄想。这个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妄想自然没有了，入佛境界啊，不像了凡先生他是凡夫境界，他不是圣人。所以云谷禅师一问他，他一说出来，云谷禅师哈哈大笑啊，啊，我以为你是豪杰，你是真功夫了，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很可爱，很难得。啊，云谷禅师眼目当中，孺子可教，教他一招，啊，改造命运。心想事成，啊，了凡先生得的小果。那遇到念佛法门呢？念佛往生呢？那真的是大果。啊，理持跟四持。我们就讲到此地，再看底下一段：一心不乱，概括观经三心，至诚心、身心、发愿回向心呐。所以欧耶大师讲得好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个是古来没有人讲过啊，他是第一个。啊，真正一心息念呢，此地我们讲这个四时里头，深信不疑，一心息念呢，菩提心具足了。一心，你想是不是至诚心？心要不诚，他怎么能专一？啊，怎么可能不夹杂妄想？一心里头不夹杂妄念呐，没有二念呐，这个心真诚呐。什么叫身心？我们这么多年来常常跟大家说的清净心是身心，平等心是身心，正觉心是身心啊，古人不是这个讲法。我们看到很多注解，大多数都是这个说法，好善好德
这是笼统的讲，换一句话说，身心是自利自受用的，好德好善，那么我说这三个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这就讲得很具体了。诸位想想，这三个是不是善，是不是德？发愿回向心呢，就是慈悲心呢，大悲心呢，大慈大悲呀。这个观经说菩提心，说三个，大乘起心论里头也说三个，起心论里面讲的呢，直心、身心、大悲心，至诚心呢就是直心。身心经跟论都一样，起心论讲的大悲心就是观经讲的发愿回向心，经跟论呢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显了。我们知道怎样去修学啊？我在晚近十几年啊，我的这个二十个字是在美国旧金山写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我们的修行要抓住一个纲领，总纲领总原则，起心动念，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决定不违背这个原则，不违背这个纲领，我们走在佛道上，设法界十条路啊，我们没走错路啊。发愿回向，我们常常讲回向有三种回向，回向真如，回向佛道，回向众生。你看普贤行愿最后的三句就是回向啊。回向真如是第十啊，普贤的第十愿，普界回向，那是回向真如啊。回向佛道，常随佛学啊。有些地方讲呢，回向菩提啊，菩提跟佛道是一个意思。常随佛学是回向啊，回向众生呢，这个文句里就很清楚了，恒顺众生，这句很重要啊。佛对于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一丝毫勉强啊，顺着你啊，顺
恒顺里面时时刻刻在提醒你，让你觉悟，让你明白。所以世尊教化众生才有所谓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从哪里？从恒顺众生来的。你看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这念佛法门，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究竟圆满的成就，但是众生不信，佛就给他讲别的法门。喜欢参禅，好，给你教你禅法门。喜欢密，好，就给你教密的法门。真耐烦呐！喜欢什么就教你什么。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戒淫的方便。到最后呢，给你真实的法门，念佛求增进土。无量无边的法门呢，都引导你归华藏世界。无量无边法门呢，通通归华藏啊。到了华藏世界之后呢，文殊普贤十大愿望倒归极乐。你看看这个味道。我们要懂啊。我是在华严里面看到的呀。所以我就不再兜圈子了，我知道了。我初发心的时候是学教，为什么呢？对于佛经典的这些义理非常羡慕。实在讲呢，都是先入为主嘛。我第一个老师方东美先生。他把佛教介绍给我是哲学。他眼目当中看的佛教是哲学。那个时候他老人家40多岁。我26岁。他40多岁。这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而且跟我说，佛的经典里面佛教经典里面1/10是哲学，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1/10，那时候教我学，就学这1/10的。实际1/2他是怎么讲的？佛教10个宗派，里面2个宗，法相宗啊，跟法性宗，这2个宗，这纯哲学，超过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个哲学。后头还有一句话，那真是把我带到这个佛门里了。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啊。我这才开始逛寺庙，逛寺庙的目的在哪里呢？找佛经看。当时发现呢，台北市，交通非常方便，善导寺，
善导寺里头有一个太虚图书馆，那个里面呢好像是有两套藏经，哦，我看了好喜欢啊，这个东西不能接触，所以假日都到太虚图书馆抄经，带笔记本去抄经啊，这样入佛门。好，现在时间到了。